号称出席品牌活动，化身暖男担任一日店长，给粉丝满满福利，背后环抱喂食统统来。我非常浓郁，这个我非常浓郁，这个瞬间会不会太幸福了一点点啊？也太幸福了一些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时不时会收到他们的关心啊，然后还有小卡片，然后这有时候可能他们可以察觉出来我心情不好，然后就会留言帮我打气，我觉得就是很贴心，然后也尽可能的可以回馈他们这样子。不过他也透露，私下对另一半也有专属他贴心的暖男举动，比如说纪念日之类的，然后就是说哦，我要工作，然后没有办法出现，但是其实那一天我已经请好假，然后突然比如说他下班的时候出现，然后接送他下班这样，然后他看到我就会很surprise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